我常常年头都会有很多计划，也包括读圣经，但是通常不到几个月哦，就会因为一些借口啊、一些原因啊，或者一些问题啊，其实讲真的就是懒惰了，最后就是半途而废。这几年来，我借着四海查经呢，能够非常有规律的读圣经，然后查考圣经。就是四海老师们会解说到比较详细，更加明白经文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和指导。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，其实明白圣经的查考圣经是非常重要的，更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计划，可以从中知道如何的敬畏神，如何的遵行他的道，遵守他的诫命，然后并可以从中得福。觉得这个四海查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查经的课程，所以我就呼吁大家一定要参加。但是你来了过后，你真的可以从中得着很多，得着不浅，一定是值得的。